年轻人喜欢的自拍，赖清德用行动证明，我也会同台高中生一组拍过又一组，当然更要凸显自己努力融入青年世界。IG 对线祭品文，满满大爱心，这样的赖主席你肯定没看过。为选战聊 Loki， 但该反击的不能少。针对侯友宜一句民主自由已是台人 DNA， 要赖清德别再撕裂台湾。赖主席火力全开。民主自由不是国民党的 DNA 啦，在国民党过去专制统治时代不是，即便是现在啊，在办理总统候选人征召的作业也是充满了黑箱。反呛侯友宜不懂历史，赖主席也重申说，明年选举就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，没有错。我们很遗憾的看到，国民党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接受了九二共识，也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，分裂台湾的是中国，不是台湾的任何一个人。看来赖主席擅长的战场还是在这，只是拼胜选势必得团结。传出赖清德日前未想出席小英之友会活动，向英系表诚意，还特地去请托总统。小英之友会对于这件选举的这些态度，讲说一定支持赖清德副总统选举。哦，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一加一大于二，怎么样维持我们的主体性？能够在组织间有系统性的一个对话，发挥两个团体最大的力量，我们一向都有在联络，没有问题。就算还有旗舰，也得等门关上再说。TVB 的新闻，崔仲庭、邱汉柔、林英杰 SNG 小组可以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